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不是阿达你推我？你还在记恨吗？你看各位主持人们，抽奖就是这么快，哎、对不对？奖、金一下就抽出来了，不过瘾，对不对？谁推我？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谁推我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各位注意喽，露露自己从后面抽出来哦，没有人推他哦，连手来了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不是阿达你推我？你还在记恨吗？Too late to color， 居然是 too late 啊！等一下，包包太重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应该是包包太重，往前倾喽。等一下，露露，你不要玩我们的摸彩箱嘛！你到底要干嘛啦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听说刚刚宪哥又来了，来了，我们不能丢综艺大热门的脸，所以现在因为刚刚，然后今天汉典没有来，所以，但是刚刚呢，汉典刷了一个讯息，说今天就是我跟汉典要另外加码，加码，加多少？加多少？自己问，加两万。现金加两万，现金两万，两万几包？一包啊，一包，OK。那我跟你讲，我在签在这边了。哎呦，然后如果抽到就是曾经有做过综艺大热门，不管是后制啊，或者是摄影，或者是那个工程班，或者是导播，对，只要抽到综艺大热门相关人士，再加一万。哇哟，好气！只要抽到大热门相关人士单位，再加一万。但是你如果说你有散步经过大热门，这不算哦。我那天经过，我上过节目啦哦。来啦，那露露，这是你跟汉典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一位哦。我跟点点，读者哦。好，谢谢综艺大热门，加油！新闻部做过大热门的专题也可以。